这款剃须刀真的惊艳到我了，它采用独特的六叶一体化刀头，就算是几天没剃的硬胡渣照样刮得干干净净，即使下巴长痘也不担心会刮破。不仅如此， IPX7 级的防水性能，直接扔水里也不怕。充电上采用的是通用的 Type-C 接口，充电一小时续航60天，这样的极致体验是个男人都拒绝不了吧。首创的一个刀头，90000转速，每秒125次的一个智能感应，就它能贴合你的脸部，哪怕你长痘了然后有一些破的地方都可以全身水洗，充电一小时续航50分钟，反正我们内部实际上说觉得是最干净的一个。今天我得罪所有卖剃须刀的厂家，没有一家敢跟我这样承诺，剃不干净不收钱，质量不好不收钱，但凡有一个不满意的我立马包退。我们这个剃须刀采用金刚八底头，360度不动剃须，迷你金属机身，可全身水洗，超强续航，充一次电可用大半年，12000转高速强力马达，剃须无残留，一刮就是一条干净的小赛道，口红大小可随身携带，无论你是开车旅游还是上班，它都是剃须必备选品，让您随时随地都能做个体面男人，绽放男人魅力。现在下单我们全国包邮，错过就再也没有了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抢购吧。胡子又粗又硬的男人千万别买，我怕你用了一个礼拜都不用刮胡子，比你老婆的脸还干净。圆柱形设计，高端大气，自带 USB 接口，充一次电可用大半年，特别适合出差旅行。猛钢刀头完美贴合面部，剃须又快又干净，出门只需3秒就能轻松打造型男成功人士外表，让你随时随地做个精致男人。今天我老板说了，但凡有一个剃不干净的我直接送给你，超高功率马达一刮就是一条干净的小赛道，胡子再粗再硬也能轻松搞定。东西好不好到手试试就知道，我们是剃须刀的源头厂家，今天下单全国包邮，送货上门，喜欢的家人点击头像就能下单。